斯摩林的跨跨跨跨台语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斯摩林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伟志。今日就是要食好料哦。食啥物好料？我厝的附近的咖喱。顶届我唔知伊是真亏的，我就凊彩入去嘛，食了后就死袂好食的。死袂好食。这个店就是印度的咖喱店的。我先前情提要一下，我有食过台湾的印度料理有。新意的麻油油，甜部的香料乌咖番红花，都有师大的印度风情安尼，马来西亚嘛有足济印度料理，所以我就是印度料理的 fan。OK， 今日就是要带我一起去吃。好啊，那就来试看看啦。走走。这个店的特色就是有内底有足济鸟啊的，这个伙食很好，伙食很好。Hello， 来这里。哎呦，好漂亮哦！这就是玛莎拉。这个名字蛮特别的，它是有皇帝的话，就是玛莎拉帝。玛莎拉帝。棒。就这酸点，超多的哦。小品啊，什么咖喱盅啊，该有的都有。烧烤啊，啊不该有的是什么？不该有的猫。猫猫真的很多哎，而且很漂亮，它猫照顾得很漂亮。就胖哎，就胖。印度人真的很厉害，可以把很多的那种不同的香料全部都混在一起。21种香料，推出来放嘴巴里面。哦，这样吃，好，我会了。真的好香，叫复杂的味，复杂，很复杂的味道，跟人生一样复杂。用拇指推到嘴巴。一点点辣。啊，因为有放那个姜丝，所以姜丝会比较强劲。但是如果说一直吃，就会很单调。所以要吃肉啊。我这个油巴又嫩耶。还要吃啊？烤饼。一点大的饼，因为就是姜黄的饼，综合蔬菜的咖喱，他们都会放姜丝哎。这个就是油巴的咖喱，是这样的。油巴，油巴的咖喱，它烤饼超好吃，我上次就超喜欢。你要吃黑黑的啦，很有嚼劲。你看它发得很好哎。好烫哦，好吃。其实有点甜味，它不是就是那种辣的味道，很好的搭配。再看起来就是颜色其实不怎么讨喜，就是有点像不要乱讲话，没有那个羊肉那么甜，它反而有点酸酸酸的感觉。不同的香料，我觉得各有千秋，都可以试看看。好吃。我一记被告，我一记就不简单了。他们的绝师傅，今天居然一直说好吃哎。因为我其实我蛮喜欢吃咖喱。真的有吃过不好吃的咖喱吗？有，还是有，还是有。就是有些它的那个。比较强调辣味，其他的香料的味道会都不见得这样子。这个是有层次的，有层次的，而且它的调味的方式其实还蛮符合台湾的味道。我不相信它是跟印度一样的啦。我觉得台湾人会喜欢。这个印度的拉茶，我顶界有啉过，即卖你啉看卖。就拉茶。我觉得最大问题在于它没有那么甜。一方面它可能不重点。对。嗨，皆さん、これはチーズナンです。好像一片日本的台啊，因为我们要好油亮哦，要多语言学习哦，好浓啊，气味。它不会弹鸡啊，它没有不好吃，但是比较起来，你会觉得就是原味的比较好吃。我觉得应该是前面这些太好吃了。今麦被投票，你想盖伊的是对几来？我就想它刚刚综合蔬菜，第二名是这个羊肉咖喱，第三名就是手抓蛋。然后咖喱是有点普通，吃到后来你会觉得有点像是意大利肉酱面的感觉。饼的话还是吃原味的吧。我也排名跟欧西差不多。OK。
今天的气质就到这哦，这个店有很多鸟可以当算的哦，很疗愈的一家店，要记得按赞、分享、订阅。好，再见喽，拜拜。拜拜，要走咯。老板他叫什么名字？ Mary 我们要走咯。拜拜玛丽，拜拜玛丽。好，翘起来，翘起来。好，盖过来夸你。好好，他说好了。好 OK， 拜拜。